车他都可以。对，他出去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把它也当消费，店家也可以省一些费用。他最后冠军的时候，他有掉眼泪。其实他的心情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，因为很辛苦。那像我在这边工作，我们做他一开始一直做到收摊，真的很累。可是因为看到他，又想到他，是我可以为他做的。就是他教的方式是比较严格，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他就是一年当中唯一给你这样休息吧，休息的像一般的那个家庭，这是大概休息可以出去。俊兴几岁的时候？俊兴应该就是你说五岁对不对？四岁让他有一点半玩的，跟我就不懂，不好意思，那个顾客好像，然后有跟他拿休息。